一千的有没有找了？找了。找完了，我请你开去要办。啊，去个。来，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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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厉害的厨师。哦吼！他虽然说的懒得练，但是我好厉害啊！再来修厨的，应该是做台湾啊。不过他很厉害，他为了吃的东西，哦，可以走遍世界各地。我等于他要等于天国，他没上过。拉回一百两百，无拉几两，一百块来都，一百块来花枝牌，一百块最好出一千块无啊。花枝牌一百块，一个人不是三片、四片、五片、六片、七片、八片、九，一个人十片给你来，一百块回一百，一百的，几两多少钱？几两几两啊？一百块回一百，一百五百，一百块有人打过来，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小香肠安尼袂作少。来，几两一百，多两个片啊，回一百啊。大锅煮，来老板来，老板来老板来，那个大家出打那个进来朱丽姐，欢迎朱永安伟，哎呀呀，跟朱丽姐，我看你啊，我跟介绍盖登一楼去看啊，九百，来谢谢来，来谢谢来，多少钱？四百五吗？对，对对对，没关系啊，我是卖五百啊，五百，那种鸡贵，那种超贵啊。来，一百块上不去就回几百。我来，你上来，我讲未啦？对啦，今年较贵，一种物件上好啦。来六叠，来八叠，来九叠，来十叠，来一百块，开始加多。来一百，一人哈，出车俩，最后三个客人来一百块，回几百一百。阿妹妹也出回几百。出车俩无啊，我决定要不要啊，然后不要再等了，加多未啊？来七叠。来八叠，来九叠，来十叠，来一百多，阿妹妹也出，一百块，跟我拍掉啊，回一百一百，来三百，高倍回一百，好，不要客气，大请，谢谢你们两位，来过来没吃过，过来了啊，我的心里住了，这个能点啊，这个五十点啊，我吃三十点啊，你两个人一个人吃一碗，这个一百块玩不，你两个人够，来吃一百块，我这边，来两个人吃来，吃拢可以，来过来感谢你。啊！你帮我那个喂，现在都分都分了没得？啊！明天我来还钱，这里两个分。你们谁啦？谁领的？对啦，退起来啊！无得行啊！无。来，这个会议不在三倍来，来，东比车，东比车，东比车。来，小姐来。来啊！黑啊！黑啊！三倍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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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你上来，谢谢。黑啊！来，黑啊！来，黑啊！来，黑啊！来。来来，你这里这样，来这里来，谢谢来，你们比较晚来的要跟我讲你们需要什么哈、哦？啊，再讲陈阿姨，我爸过来，五百过来，陈阿，哎，我爸都，我爸过来，再讲陈阿姨吧，我爸，我爸，我爸都过来领的哈。来了哦。可以吗？哦，有听到，有听到，可以，应该还有吧？来呀、啊。啊，在上，在上，这边在上。干杯啊！来，干杯来。对啦，这个都搞不好啊！你看，我可以吃啊！龙华好来，一个盖上还可以吗？对啊，对了一下子。来，陈爱宇先画画，来，我爸过来，五百块鲑鱼，我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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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没吃完哦，陈爱宇，我爸。来，阿哥，嘎，你的蓝山那个包出来，还都有七吧？这里有宅配哦，这里有宅配哦。那个，来，你的蓝山那个包出来。在脸书，脸书有一个金沙港活动哦。一个人煮一餐就好了，我们金沙港活动，蓝山要卖，那个社团有宅配的资讯哦。我给我的时间啦哦，还没办到阿银行，顶起哦。我几个人去哦，一个抓五尾啊。贵州啊。这个时间，我休困，这个时间就是要你去南山顶顶起。我慢慢休困，我慢慢休困。来南山的哦。都吃过，都来南山的银行。
成功的撮合我来，买一百，买到三，买七三百、六三百、五三百、四三百、三三百，买完买一百哦，来二十块哦。二十哦。你那二十块，我那足多啦，大家拢要你吃得到啦。二十块平，出可路的你唔免买啦。来五、来三、四、五、六、七、八、八人个量，来一个量包五尾。哦，我唱歌哎，这么好听哦。好，还差多少票啊？五千张。拜拜。我先跟各位，我跟他没完。我先跟各位去忙一下。我先跟各位去忙一下。哈哈哈哈哈。也太快了，等一下按车去看啊。来鲑鱼500块，来鲑鱼500块，来先叫姐妹来鲑鱼，漂亮的大片的鲑鱼，来大姐，来我爸。四个客人而已啊、哦，鲑鱼都售完了哦，来500块找钱，最好的没，最好几嘞？一百块 ，OK。我只叫你玩二点啊，不叫你玩了吗？我玩过二点，你看把我怎么样？四个哦，对啊，蛮喜欢找几条料的。早上那个梁小姐哈、哦，她有很多什么鸡啊，我发的就光鸡啊，她有很多烤洋葱，然后什么大鱼大葱，对啊对啊，所以她才会买那么多。来一个人直接给你，而且漂亮，加贵。来，我发过来。有老公帮忙煮出来。来，最好的纯对啊，最好的纯对啊。来，我发的对啊对啊对啊。来啊，你吃蒜鱼来，来包头一包包这个。对啊，你想来你一千块我来。伊讲要拼盘的呐，啊，我就托拼托托伊啊，再托托一叠、两叠、三叠、四叠、五叠、六叠、七叠啦，托托啦啊！来，这只龟算啥？哎，大爷啊！盲公，我怎么猜到？我怎么讲都没托托啊，我是眼吹吹熬夜啦。市民大家都搞不得托托啊，对不对？是啦，我不会随随便就随我，对不对？来，干杯！要进来开1000块，都1000块来干杯。这已经没有货了，我还有干杯让你们看。看干杯，来，没1000啊，我今天呢，我花1500呢，就给给啊，来，要进来我包过来，500块，干杯，我包过，先交钱了，干杯。起来。你不要这样，我们今天开心的休息啊！邀请妹妹来，我爸，姐妹俩，来今天这场比来，我爸过来，技能三系的篮球教练，来干杯500块来，我爸的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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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爸的最后三个是人干杯500块来，三杯啊你我爸的，干杯我爸的，我请人给他跳，干杯啊你，500块，是你喜欢拼的，喜欢拼来拼的，来。来，阿哥，该啥你搞不？被淘汰了，他退下来。还无黄鱼啊？黄鱼，无问啊，虾米退下，虾米那个，那个真空鱼来退虾米的，真空鱼来退虾米的，退下来阿哥一锤，不一锤不一锤。来，我们吃虾米也去。黄鱼我不要，今天。我要跟来你讲讲咩？我来你讲讲咩？不然得吃，不然得吃。你别退，你别行。阿妈啊！伊也别退。阿别退，我紧啊，看我紧，你紧讲退，等我来。你讲爱讲给十尾，我全条。来桂鱼吧，来，小姐，来切桂鱼吧，来，大哥。好，来桂鱼吧，这纯粹的让哥哥喂了。来桂鱼吧。好。一杯两哎，有啊啦，有光影啦，好啦，来最后请几千光贵一把，纯正广贵一把，来我发的，500块来贵一把，我发，我发，我发拢都贵点啊，贵一把，我发好，安尼拢有啊啦，贵一把，我发，我发，来阿妹吃虾米的，来开几千，开贵一把的，我发后来拢虾米500块，他在找虾米价，宝贝啊。谢谢贝尔，来我发工。来这样，我来讲啊，纯金能三四 K 啊，娘啊，这下适合而已啦。下边我讲，拢挂起来，拢挂起来，我一条拿起来。铁灯的行铁灯，灯开始啊，我开始吧。金能三四的那个了，来300块我。
香米三百块，就他觉得他可以加香米三百，三百挂起来香米得三百红。一家人要吃香，两家人我来五百块，就前面来香，五百块来，这边全部给他红，宝贝香米。然后许个姐姐宝贝香，就放上去了。来来来吧。有啊有啊，我们在出现了，我最近很常留言哦。我不在人家了，来要吃香米的赶快拿去，赶快哦。请问哈，那个三百块那个留言麻烦一下，因为那有客制的问题哈，我麻烦一下。你坐第一杯，我们有一桌服务。来沙发的，不希望你满不让，不然我们怎么办？香米就用烘的啦，用这边弄好吃。来三百块，前面两下，看不看起来你来三百，不然要吃香米哦。好，三百块。先吃前面两，来三百块。来三百块。没搞到。来三百块。来三百块。真正宝贝，来三百了，生意是咱六家人，晓得了，准备穿，一只全部五块，来三百了，三百块香鱼，三百块，五个人给你哦，看着一模一样，对，我买一个，每对三百而已，来，过来来，我你过两个好过啦，输掉啊，来三百块，输掉了啊，啊不偏偏的，没有，你敢拿我救救？一定可以处理。来三八号啊，最后两个，七块三八号，屋里起来陪我，先搞这点。来，最后钱两箱鱼，三百块，最后一位了，三八号，不然我等他画花完了。来三八号，存起来了，给箱鱼，三百块的。来这边一个什么了？七尾啦，七尾啦。来一点。哎呀。看嘞，这个那个来的。哦，被晒光了的，在墩墩耍，爱光眼睛。看嘞，阿妹。看，谢谢。来，牛二两大鸡腿，我爸后头。我记得牛二两哦。过来了，出家了，这两块土鸡，我比较老呀，新华，我不爱他老啊。来，我爸呢？好，谢谢大哥。那两块我爸。来三百块嘞，牛二两鸡腿，三百块。三鸡而已，不搞鸡了，鸡来大哦。来七鸡而已，才三百嘞。我们就前面牛二两大鸡腿嘞，两鸡就三百，再三鸡七鸡啊，来三百。有要吃牛二两鸡腿不？来五鸡而已，来三百嘞，三百块。就前面嘞，牛二两鸡腿来三百块。要啊，鸡耶。没有啊，我输你个三鸡七鸡啊。前面都才三百，打鸡而已啦，三百块，最要钱两多啊，金价多啊，牛二两大鸡腿来三百，三百，啊，你看我们在打鸡啊，两百红，来了，下来，大家，因为这里四只而已啊，所以卖两百就好了，别墅一件牛二两，来，阿个吃虾啊，起高传龙粉，老板，盒子给我了，好，谢谢。来，这边哪位？来虾啊，来，虾刚放好完。要吃鱼拼盘蛋黄，我随来拼好完。来，有要吃虾啊，这两个就三百，要把手来来，两百块的，两百块来，先叫起来。爱吃海白虾的来，是不是？两百块，赶快，两百块，我讲完。今天没人要吃，我待会要睡哦。来，你好。哎，就这边两台，我刚变完了哈。来，有鸡腿哦，我有鸡腿。来，阿帅，你把它画过来。跟这两边开始准备吧，来个包。鳕鱼五百块，税也多的呀。鳕鱼五百啊。今天阿北北的帅也放这了，知道不啦？我包的，我多爱吃一颗，我从北京给他画一颗，我一边差点的拉大爷。来，我包公交钱位来帅。来五百块。来，今天卖给你，今天都请你。好，你家做好哦。来，我包的，别钱的，帅的，五百。
来招姐妹进来，我搁教一条，四姐歹听啦，四姐不要听啦。你老哥在说你，我搁加教一条你啦。来说你五八三妹，三姐妹，谢谢你比较晚来，对不对？比较晚来没关系，我也是给他送下去。来说你五八，四姐五八的收收了。对啦，俺就讲啊，来，来，我调你来。来五八的，进来收啊！这里五八的，血五百块。是的。来这里五八的，来一千的三的。来交费，来五八块五片哦，五片哦。来最后三个客人哦，这里五八块最难的那个客人。来五八的，真正高的哦。来五八的，五百块的血五八块。五八，剩一箱了啦，无啦，无算了啦。最后一箱的来三片，来四片，来这一片也给你的，来五百块。最后一位客人，算你五八不？对哪里面的嘛？五八，我跟他纠结了嘛？不纠结面都，五八不三百块的人，最后前面的算你的三万送给你丢。我应该的嘛？你们呐？我你不卖送给。来有鸡腿来我发了来啊我一个人回去我再订一半吼来结束一点了啦吼来有在吃有鸡腿来三百块我先订起来啊来三百大鸡哦不是小鸡哦有鸡腿很大只哦而且它会切块切好了回去你不用再麻烦了来三百可是这鸡两百块可能有鸡腿没秀没来三八六来这几个三滴四啊五的东西买三八来这几个车里啦三八块六我们今天短滴客没多少来三百块一次不到八十块哦有鸡腿来三八块六两滴来三滴来四滴来三八六不要料不清爽了你们去负责来道歉咯把它吃掉就好什么都不必再准备了准备你的胃，准备你的肚子就好了。来三把，有鸡腿，大鸡也有鸡腿。来三把，来个人还没关掉不？哦好，那小姐要。你们比较晚来，你们喜欢什么要跟我讲的哈？对，我们包的算了啦，你呢？对，我爱炒爱炒，看三把的，然后洗碗，我已经开光。这里来了鸡腿三八最好解压不了打刚刚一次哦高雄的三八方最后一个客人来五杯油鸡腿三八解完了有没有这个可以好吗大哥有一杯给蔡浩林一杯帮我吃五条好三八油鸡腿来休息来不了最好解压那边油鸡腿我的南投大姐今天做的今天你家回到后面啊哦，回对哦，好啊，好来，啊，我这边钱分回对啊，来，准备讲黄金猪排，收不了。这条路走到底。老板，我怎么可能找不到？我那边讲，先讲收那边，我买早啊。在这中间。卖谁啊？跟谁说啊？谁啊？跟谁说？卖我八，卖七八，贵贵的卖我，来三百块我。三百一个。我那边啊，来三百块，小卷三百块不税吗？都没有了。卖我那边啊。来来来，龙王林丹来，三大哥来，几个的？三个。最后两位，薛哥啊，三大哥。刘薛哥啊，最后两位啦，可以三大。阿表兄薛哥啊，动作快来，三大哥我来。最后两位了，小卷三大，最后两位啦，给龙五位掉了哈，龙五了哈，好来，好来，给来，薛哥啊，最后两位啊，三大哥最后两位，后来明天再给电话起来。来，阿妹讲黄金大猪排来，三百块的。来，现在喝的。来，台东三妹，这边鱼啊。鱼啊。来，阿姨要我把电给你了。来，台东三妹来。这边有两位。来，黄金猪排三百块。我请你好吗？我要请你来给你讲黄金大猪排哦，来三条的，来四条的，来五条的，来六条的，来七条的，来八条的。三八最后几个人给两个黄金大猪排，两个客人买得到而已，买三八。三妹，不要你那边两包给我，这边两包没，全部拢我哩。哇！
这个地方。